将家中闲置的玩具或是图书捐出来义卖，大同国小举办跳蚤市场活动，除了让师生自行规划设摊，还邀请到了社福团体到校来爱心义卖。而这次的义卖所得由师生自己决定要捐助给哪家社福团体，希望学生对于公益团体有基本的认识，也学习到助人的快乐。小朋友热情叫卖，希望业绩抢抢棍。由大同国小师生自行规划的公益跳蚤市场，这天热闹展开。义卖所得将由师生自行决定要捐给哪家社福团体。因为饼干看起来很好吃，又可以帮助需要帮忙的人，所以我才去买。因为我妈平时也会买很多东西给我，所以我想说趁现在赶快买个礼物给我妈。可以怎么杀价？怎么付钱？怎么算钱？我很期待今天的活动，因为它既可以看表演，又可以逛跳蚤市场和做善事。师生除了将家中闲置的玩具或图书捐出来爱心义卖，还邀请食物银行、玛利亚等社福团体到校设摊。不少学生也共襄盛举，学习到助人的快乐。有学生可以展现他们创意还有才能的星光大道，以及我们现在身后所看到的二手跳蚤市场。那今年我们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有邀请安德烈食物银行以及玛丽妈妈一起来跟我们同乐。那我们也希望可以让孩子感受到善的力量呢，是可以积少成多，力量无限大，每个人都可以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。庆祝儿童节，学校也举办才艺表演，提供学生一个展现才艺的舞台，也为义卖活动炒热气氛。一场活动下来，不止小朋友秀出自我，学习到买卖经验，也能够公益助人，创造多赢局面。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。